做一个代打，这球捞起来在右半边，就是一个炸裂哦！知道今天要送他的签名帽嘞。哇，那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小旗也给放出去了吧？不要再藏起来了，对。要拼的，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陈子豪的签名帽，签名帽哦。如果再搭配今天打了一支球内打，我觉得应该蛮有纪念意义的。会有这时候。第091老朋友也出招了，现在前五名都有1000个小旗点，但是因为才一出局了，所以我会现在比数来到2-5。这球一挥就知道炸裂了。这时候大家都开始加上猛刷小旗点，对对，因为今天。好，我是圈圈，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